这个就没有了，这是种烩饭吧，对不对？对，这种吗？但不是，这个有海底捞也有，就大品牌台湾都有，有小品牌。临时餐会员制到达，就在今天。哇，全程免餐，8.8折，8.8折，8.8折，更有超多礼品可用积分兑换哦。临时餐旅程，超值、超省、超好吃的玩意就是要烤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对。台湾有没有？我们都要冰啊，不会放常温。大陆这里呢，最有名的就是胖胖啊、旺仔牛奶的那种，这种也是比较有名的冰淇淋雪糕吧。这应该还不错吃。我喜欢外面包巧克力脆脆的那一种，哦，那很赞，很赞，很赞，我很爱。这个口味就是台湾。